重量级歌手齐聚，一字排开，献唱经典的校园民歌。露面的于台烟和潘越云为民歌司仪做足准备，还现场带大家回味经典。民歌需要的不只是缅怀，而是再生。现在把这个重新把它标榜出来再唱，也不外乎满足了我们同年代的那个当时的热血，一方面也是想要让年轻朋友知道这股热血40年后大家还是可以一样的。不只是重温，还要带来创新。近来不只是中文民歌传唱度高，英文民歌也是不朽之作。台上台下真的大家会感动到想哭，因为每一首歌大家都知道，而且这个不是一个演唱会，这是一个大的同学会，而且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喜欢 party。 去年刚举办完英文民歌演唱会就受到热烈回响，资深歌手们不断带大家回味，就是希望不要让经典失传，要继续传唱下去。记者 NG 小组台报道。